跑完第五场，大热门就第三，所以呢大热门而家呢跑完五场呢就是四个 win 一个第三。这一场呢夹硬大热门是旅游高球，上次成绩好的是1号、7号、8号，连续几场呢啲近绩好的都是在度嘅。咁而家见到呢隻二号呢就是叫做心想事成，赢过嘅马呢就2号、3号、7号、9号，2号、3号、7号、9号，隻二号仔呢就赢过本路程啦，啊，178。四号呢只马大夹硬大热门嚟，呢只三倍半。暂时嚟讲，夹硬大热门赢咗四个 win， 一个第三，一二三四场都系夹硬大热门赢咗。咁只旅游高球咧就个近绩都唔错嘅，第五、第三、第八咁样啊，5、3、8。二号心想事成咧就5、1、1，一号至尊高飞就2、3、4咁样啊。所以一二三四号啲近绩都好嘅，178咧就入咗位置嘅上一仗，五号仔就叫做呢个电信同心，电信同心咧就系蔡明兆六档，而家跑紧1200米，电信同心上次第七，前次第五，哇，咁就咁冷门噶啦。但是六次呢冇错，六次都未上个名，最叻第五，所以就冇乜人关注。五号仔、六号仔就是第三次出赛，上次第五，前次第九。六号仔就周俊乐啦，呢只马就唯一唔系咁厚噶啦。周俊乐今日一二三，即系。先嗰几场都骑啲马都系好厚嘅呢只马，周俊乐最叻第五，周俊乐唯美主义啊！上次周俊乐56倍嘅跑第九，跑第五，前次第九，呢只马边线啊！呢只马而家变咗六号仔，二号、四号、六号都系跑第五噶，上一仗。小刺蛋上次后上如箭，跑得好好。小刺蛋九号仔、八号啊，入个 Q 啫，未赢过。上次希威森后上跑第二，今次改报文喎，真系。点解唔揾翻啊？点解唔揾翻阿班德礼呢？八号仔上次后上跑得好好啊，其实小刺蛋几好噶，六次赛绩系2、3、8、3、7、5咁样，即系有一个第二，两个第三嘅，都我谂幕后团队都想跑好啲嘅，即系何泽尧嚟嘅呢只，叫做有运来，连续两次第五，六次咧就有一个第二，系咁啫，一个第二，九号仔有运来。有運來是贏過的本路程，不過近期就普通咁解啫。即九號仔是有賽績，不過近期就跑得唔多好。近期跑得唔好咧，在香港就即刻變成冷門嘅，唔使睇電算機嘅，真係你一有排位，你睇下佢上兩仗跑得遠唔遠，遠就係冷門嘅。十號仔風中競蟲，希威森騎呢只。风中竞从上次第十，前次第六，冷门嚟嘅，即系连翻拼搏，最叻第四咁样，六次最叻第四。十二号得意佳作咧就潘明辉，又系好厚嘅，上次第七，前次第十，再前次第七。嗱呢啲马咧，得意佳作咧就系毛咕咕就多咗飞嘅，吓、啊，即系呢啲。马
点数都数唔到单位数字啊，所以睇飞咧就呢一只咧就系、是、无故多飞，真系无故多飞，跑得又唔系好，本路程只系入过第三名啫，睇晒啦，我要八号四号，即系要布文同埋呢个黎海荣。Jenny 中意二号、十二号、一号、五号，二号系跑第五嘅上次，一号啊上次入咗位，十二号咧就系、是、无故多飞，即系潘明辉嗰只无故多飞，咁佢系好接近个沙圈啦吓，即系佢你或者收到风都唔定，咁我就拣小刺蛋，因为上次跑得好好，后上如箭，又换咗布文咁样啊。我要八号、四号，即系黎海荣，即系斗志好啊！真系好入嚟跑，而家我跑咧又唔知跑唔跑啦，走个圈先。十一号就走甩咗，我谂都系退出多噶啦，跑到冇晒气啦嘛，唔公道啦嘛，再跑。十一号系长发潘顿嘅，跑得近咁，其实呢一个分咁，可能佢又要上翻三班，咁又要等。咁啊，红灯亮起啦，好快就冇错啦，嚟到第六场嘅赛事啦噃，四班千二米嘅，重复多次啦，十一号马嘅长发经已退出比赛，得翻十一只马角逐，洛飞咧就三，企进之星，热门就四，旅游高球。好啦，排集方面咧，见到风中劲松率先入闸。再嚟就洛飞、喜骏之星、诚心所愿、排外档嘅小刺蛋，亦都搞掂埋。好啦，跟住落嚟咧，至尊高飞、心想事成，亦都准备就绪啊！剩翻三只马嘅第六场嘅三 T 次关，交俾集前。心想事成。最后入闸是得意佳作，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六场赛事，四班千二大热是四，王记居好，你一开闸的时候应声弹出，有这只喜骏之星啊，外面位置是心想事成，第三位有诚心所愿，中间夹住风中劲松，外面是有运来啊，大约跟住个第六位内栏位置黄衫紫色帽旅游高球啊，中档黑衫橙袖咧，仲有呢只就小刺蛋啊！后边嗰四匹马啦，电信同心得意佳作响尾三啊，尾二系唯美主义，暂时殿后系至尊高飞嚟嘅。去到对面直攞中尾段啦，心想事成就压咗埋嚟贴栏放噶啦，喜骏之星就跟住个第二位，第三位嘅马有诚心所愿，外边有运来上咗嚟第五，黄衫紫色帽旅游高球啊！第六位咧仲有风中劲松啦，后边嗰五匹马小刺蛋、电信同心啊，啡色衫尾三系得意佳作，后边两只唯美子玉同埋至尊高飞啊！好啦，入直路，心想事成占先，喜骏之星第二位，中间有诚心所愿，攞出嚟中档，黄衫紫色帽，仲有旅游高球追啲，大外档上嚟风中劲松，入边系小刺蛋，最后百零米，心想事成抛离咗一个身位，原栏追上嚟，有小刺蛋，中间系喜骏之星，中档诚心所愿嗰啲马接近终点啦，小刺蛋临门将埋边嗰只心想事成赶过咗，咁啊至于第三名嘅马咧？红衫啊，诚心所愿冲咗上嚟，出边旅游高球，风中劲松，影相争第四。结果今场赛事放到临门，咁啊有啲脚仔软啊，心想事成啦。小刺蛋悬栏窜上，咁啊结果追过佢第三名，诚心所愿第四名，旅游高球，风中劲松，相当接近。爆嘅小刺蛋啊，布文啊，终点前咧冲咗上嚟，过咗阿高柏生嗰只心想事成啊，咁啊胜出今场赛事嘅心想事成第二啦，二号马第三名咧，七号啊诚心所愿，咁啊第四名接近喎，睇下咧出边咧，果然八号仔啊，八号仔上次后上如箭，今次换人俾布文，果然又后上又系赢咗，即系短途后上赢啊，呢啲连续两次都系咁跑。睇下点处理啊！一路跑里边喎，布文暂定赛果八二七，田泰安就顿咗喺度，成个企咗喺度，无辜有飞嗱，呢只就布文啊，黑色衫，
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旅游高球就是第六，一二三四五六系啦，第六。咁啊出咗嚟先就叫心想事成，中翼礼有份啦呢只嘛，以为赢得添啊，以为啊，咁啊布文喺后边唔放过你啊，嚟啫，睇下布文啦，暂时都系速度系唔快嘅，系唔快嘅，离开咗第一群马，有三个马位，好啦，差唔多转直路啦，佢就冲走里边喎佢啊，佢估到人哋散开咗，走去里边。悭翻好多位，今次又俾佢捐到啦。咁啊，中翼礼喺前面已经跑啦，赢咗三个马位，但系布文唔放过你咧，系咪？一路系咁冲，斗后劲啊，同你啊，人哋即系骑个马步都几稳阵，唔蹬落个马鞍度，蹬落个马鞍度，过咗仲礼手望下佢添咁样啊。八二七十五十九蚊 win 几好啊！四号仔咧就系夹晚大热门，我买八号四，我买八号四号，四号就入唔到嚟。咁啊，八号二号都有200蚊 Q。